客氏产业代理商 KUA Property， 我们是从1979年开始的，是我母亲客生妹开始创始的，当然也我的父亲是幕后的协助人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然后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维持到四十几年，是因为母亲，我的母亲一开始的基础打得很好，科氏在市场上面是很有名望跟很有声望的。自从我母亲的手上，我们的宗旨就是实打实稳的在做，我们就帮助全部我们手上的顾客尽力而为。这一次他们做到跟我的女儿配合到很好，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从商业开始的时候，疫情很严重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牺牲的在外面跑，我都曾经为了这个事情掉眼泪，我多么担心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啊！可是他们还是很卖力的去做，就是看到今年的成绩啊，我们公司的成绩是很有目共睹的啦，大家都看得到的。很开心这次能够得到公司给的奖项，感谢公司给的机会，还有团队的配合精神。也不是讲是秘诀，我觉得是一定要努力，还有是如果遇到困难啊还是失败，也不要放弃，每一单都是一个学习的例子来的。感谢公司给我这次这个奖，也让我有一个肯定，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。 OK，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，尤其是我的team leader Miss Kong， 她一路来都很帮忙，很支持我在这个行业里，因为我从头开始我什么都不会的，然后有她的陪伴跟教导，让我感觉到我有更多 confident 来做我的 sales。在这个 real estate 的行业呢，我就学到什么东西，就是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努力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勇敢冲就对了。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跟我的团队们都努力的
一起把科氏产业代理商做得更好。他们不是说他们的 target 到那边他们就 stop 了，他们的 target 到了以后他们还再 jump 上去，已经是差不多 double 的那个积分了。这个我很庆幸的看到他们跟我女儿这样的配合，希望大家都能继续下去。2021年我会跟我的团队一起迈向更大的平台跟更丰厚的收入，大家加油。2021年大家加油，各位精英们大家一起加油。